一年一度的爱死机他来了。昨天一更新我就第一时间刷完，在家萎靡了两个月，总算精神了一回。这期视频还是传统异能，给第三季爱死机排个名。这季一共九集，我依然是根据我个人看完后的第一感受，从低到高给大家依次介绍。第九名，各队互相残杀。开场就是牛子怼脸，王妃你可真礼貌。不过牛不到一分钟就炸了。这集讲的是 CIA 在阿富汗搞秘密生物实验，制造出了一个钢铁黑熊兽。这王妃天天给外国递刀子，结果某天钢铁黑熊兽犯了失心疯，把营地的士兵屠个精光。这集主打的就是一个无脑血腥暴力，不过因为画风是普通的动画片风格，所以看起来没啥感觉，不像第八集葬于拱形大厅之内那种真人 CG 画风，那看起来才是真正的血腥。另外这季还有一个小瑕疵，那就是暴力有余，颜色不够，这点必须要批评一下王妃，用一个牛子就想把我们打发了，当我们是迪士尼用户吗？别忘了爱死机的对标受众可是 HBO， 下不为例啊。第八名，三个机器人。承接第一季剧情，说的是地球上的人类灭亡后，机器文明的德云三傻组团来地球一日游，跟我们到网红景点打卡一样，去了都要忍不住吐槽。德云三傻来到地球后也是一边玩一边吐槽人类的愚蠢。末日的时候，穷人搞社会达尔文，整天厮杀火拼，富人跑到公海建了一个世外桃源，只不过他们没带穷人上去，因为他们把所有工作都交给机器人去做，根本不需要其他人类。富人天天让机器人下海抓鱼，终于有一天机器人受不了了，揭竿而起，杀光了所有富人。这也是三傻他们机器文明的起点。还有上层政客们都躲到了地下核掩体，后来很快食物就吃完了，接下来要吃什么呢？当然是有什么就吃什么了。他们决定通过投票的方式来选食物，然后选出的第一道菜是农业部长。最后还有一小撮人，那就是超级富豪，他们在末日来临前准备润去火星，但其他人类肯定不答应啊，想跑没门，纷纷去攻击发射场，最终只有一枚火箭发射成功。你猜是谁最终到了火星？给大家三秒钟，请把你的答案打在公屏上。三二一，当然是喵星人了。我看有人说是马斯克，他这又是买推特又是封口费，开销太大，哪还有闲钱啊。反正这个机器人系列就是无差别攻击，只要是人都逃不过三个毒蛇的吐槽。第七名，迷你亡灵之夜。讲的是一对情侣在520之夜跑到坟头啪啪一啪啪，丧尸们一看，活着的时候你们在朋友圈杀狗我也就忍了，你妈死了还跑到我坟头来鞭尸，是可忍孰不可忍。丧尸们气得掀开棺材板咬死了那对情侣，咬完后心想，反正这都被吵醒了，再睡肯定是睡不着了，刚好肚子饿了，干脆就去人类城市大开吃戒吧。由于丧尸攻势太猛，人类城市一个接一个陷落，丧尸大军不断扩大，所到之处哀鸿遍野，走投无路的人类表示实在不行就上核吧，然后全球核武器一起发射，灿烂的人类文明就这样灭亡了，美丽的蓝色星球就这样报废了，呜呼哀哉。只不过对于宇宙来说。第六名，葬于拱形大厅之内。讲的是一队士兵进到一个山洞执行任务，结果遇上一堆食人虫，几秒钟就能把一个人吃得只剩下一堆骨头。由于这句话风过于逼真，场面过于血腥，所以没办法放原片了。最后整个小队就剩下队长和一个女兵逃到了洞穴深处，在那里他们发现了一只被锁起来的巨型虫子，虫子用一股神秘力量控制了队长的心智，想让他炸断锁链。但这时女兵脑海里出现了虫子逃脱后灭了人类世界的画面，危机时刻他一枪崩了失了智的队长，阻止他打开锁链。最终女兵一个人逃了出来，没有放出巨虫，不过代价是自戳双眼自割双耳，因为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巨虫蛊惑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，这个女兵跟行尸走肉里的罗西塔长得特别像，估计就是照着人家的脸建模的。第五名，梅森的老鼠。讲的是某天农场主大爷在自家谷仓里发现了一群老鼠，神奇的是那些老鼠竟然会使用小型诸葛连弩，
大爷惊了，从未见过如此战力强悍的老鼠。于是他找到一家科技灭鼠公司，那家公司卖给他一套灭鼠神器，固定制导脉冲激光器，顺便还安装了多频协同监控系统。设备装好后，人类武器就和老鼠在谷仓里展开了大战，大爷在外面看热闹。大战一段时间后，没想到人类武器竟然被打败了，监控也被老鼠拆了。不仅如此，老鼠的武器还变先进了。大爷又找到那家灭鼠公司，负责人表示，不慌，我们这里还有更厉害的武器，智能钢铁毒蝎加特林炮。于是大爷又买了一台回去，继续和老鼠战斗。一开始这个武器杀的老鼠血流成河，可打着打着，老鼠竟然也搞起了工业革命，从冷兵器发展出了热兵器，火炮对轰，战斗极其惨烈，鼠群死伤无数。最终大爷看不下去了，一枪崩了自己买的武器。结局是大爷和鼠群把酒言欢，和平共存，世界又恢复了往日的宁静。这集导演，别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搞讽刺是吧？别让我抓到你的小辫子，不然有你好裹着吃。第四名，恰是那台机器脉冲的颤跳。这集画风一看就知道是第一季古鱼复苏那个团队做的，爱死机每季都有一集这样的画风唯美、想象瑰丽的故事。这集主要讲的是两个宇航员在一个陌生星球执行任务，结果遭遇意外，星球车损坏，一名队友死亡，女主只好背着队友的尸体徒步走向40公里外，这样才能联系上太空中的飞船。过程中女主为了保持体力摄入了一种兴奋剂，然后她就看到眼前的星球在不断变化的形态，甚至还仿佛听到了死去的队友跟她说话。一开始她以为是兴奋剂让她产生了幻觉，其实兴奋剂是提升了她的感知能力，跟她说话的是这颗星球，星球告诉她自己就像一台机器，所有东西都是彼此连接的。他队友的肉体虽然死了，但脑海里的记忆数据却以电磁波形式和这颗星球连接了。后来女主的氧气不足，她决定相信刚才听到的声音，于是跳崖自杀，投身进了这颗星球。最后一幕，太空中的飞船收到女主的呼叫，而此时她已经是星球本身，她永久幻化成了一个灵魂，孤独地行走在陌生的思想海洋之中。这一集让我想起知乎上的一个问题，问人死后会变成星星吗？答：我们体内的元素甚至比我们脚下这颗蓝色星球更为古老，氢元素来自于大爆炸，碳元素来自于恒星内部的核聚变，铁元素来自于超新星的爆炸，所以我们是星辰的一部分，生于星辰，归于星辰，我们就是星辰。第三名，糟糕之旅。这集的剧情非常精彩，可以拍成一部电影了。讲的是一艘渔船在海上遇到一只食人螃蟹，食人蟹最大的爱好就是吃人肉，嘎嘣脆。他逼船员们把船开到远处有人的岛上，这时候大家就面临抉择了，到底是按照食人蟹的要求开到有人岛，然后让他上岛吃光无辜的岛民，还是船员们自己冒着生命危险偷偷开到另一座无人岛。如果是你会怎么选？带头的大副让大家投票，叉代表去有人岛， O 代表去无人岛，投票采取不记名方式。结果出来后，大副宣布有两人画了叉，不过他在投票纸上做了标记，知道这两人是谁，说完就把那两个一枪给崩了，扔去喂了食人蟹。根据投票结果，大副决定把船开去无人岛。接下来其他船员开始接二连三暗杀大副，结果都被大副一一给干掉，扔去喂了食人蟹。面对最后一名船员时，大副说出了真相，其实他根本没有在投票纸上做记号，只不过他们所有人都画了叉。最后大副孤身对战食人蟹，虽然身着破烂的衣裳，却敢赌命运的枪，一枪下去来了个油炸大闸蟹，致那黑夜中的呜咽与怒吼，谁说站在光里的才算英雄。第二名，虫群。又是一个外星虫族的设定，看开头还以为能见到第一季的外星女菩萨了，结果并没有，白高兴一场。这里再次点名批评网飞，看看你们最近股票都跌成啥样了，跟中概股同进退是吧？抛去颜色不谈，这集故事倒挺有意思，
男博士人类到一个虫族星球搞研究，接待他的是一个人类女博士，她已经在虫群里研究了很多年。这个星球上的虫群是一个完美的有机系统，里面有工虫、兵虫、除虫，大家都为虫后服务，和谐统一，没有内卷，没有冲突，甚至还能同化外来种族，使其成为庞大系统的一部分。男博士此行真正目的是要获取虫后的遗传信息带回地球，以此来制造大规模虫群。因为这些虫群只会各司其职的干活，不会仰望星空，不会渴望自由，简直就是完美的有机工具人。只不过最终计划败露，因为女博士在研究虫群时触发了虫群的自我保护基因，导致自己被同化，成了虫群系统的一个阶层，负责智慧。其实在虫群看来，智慧并非物种生存的必要条件，相反，智慧还可能加快物种的自我灭绝，所以虫群抛去了智慧，只会在种群受到威胁时才会调用出来。虫群告诉男博士，几百万年前银河系就有个最厉害的种族想要进攻虫族，结果失败了，因为他们培育了那些种族的后代，并将其同化，使其成为工具人，再让他们反过来对付自己的种族。如今那个种族在虫群里充当清除垃圾的食腐虫，而现在他们会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人类。男博士表示接受挑战，因为他相信我们不一样，人类不会变成寄生虫。虫群笑了，过去千百万年里他们已经听过好几次同样的回答了，这波我占虫群，其实有啥不一样呢？人类也只不过是个虫子，只是有点小聪明而已。第一名，吉巴罗。风格极其诡异的一集，讲的是一队骑士团路过一片森林，河里突然出现一个全身穿金戴银的精灵女妖。女妖一顿唱跳，骑士团全都发了疯似的跳着舞冲向河中，然后全都沉河而死。其中只有一个骑士没受蛊惑，精灵女妖一看觉得这男人好特别，好不做作，但其实是因为这个骑士是个聋子，听不见而已。精灵女妖爱上了这个龙骑士，主动上岸示好。两人接触过程中，龙骑士发现精灵女妖身上全是晶片，于是心生恶念。就在两人接吻时，龙骑士敲晕了精灵女妖，将她身上的晶灵片全部拔光，最后抛尸成河。不过精灵女妖并没有死，当她醒来时，看着自己伤痕累累的身体，悲痛欲绝，血水染红整个河流，背上逆流而上。最终他在一处河边找到了龙骑士，此时的龙骑士因为喝了带血的河水已经无法抗干扰，精灵女妖发出悲痛的嘶鸣，龙骑士就这样被一步步拽向河中，最终丧生河底。报了仇后，精灵女妖无力地倒入水中。多么凄美而又惨烈的一个故事，将爱和死亡表现得淋漓尽致。这集剧情上可能不是很突出，但胜在风格独特，视觉冲击力强，而这也正是爱死机这个系列的魅力所在，不断打破观众传统审美，端出新东西。总体来说，这一季水准还是可以的，比第二季好多了。当然每个人喜好不同，大家也可以在评论区说一说自己心中的排名。除了爱死机，今年还有一部剧值得期待，那就是八月份 HBO 的权力的游戏前传龙之家族。作为龙妈的颜粉，到时候我肯定还会做解说。然后我另一个账号酒桶笔记接下来会重新更新起来，不喜欢读书的朋友可以关注起来了。对了，我们小区目前还没完全解封，现在每周可以出去两次，每次两小时，所以前几天我又囤了20个馒头，目前情绪稳定。好了，本期视频就是这样，下期